提宝的动感上海一把带风云准点血管神里唯一懂方言生活富裕的栏目提宝动感，我是阿志，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都市频道正在全力以赴的打造，以单位为基础，以切分目的的分点服务平台都市双信爱。电视机前如果有想说带个朋友，一定要关注我们都市行愿个微信公众号，赶快来报名参加我们不定期举行个高义活动。另外各个时间也可以拿着手机打开抖音，找到我们个提宝动感鲜爽美食，我们在各个球下烤肉啊正在直播，现场有好多福利点的代价，千万别说过了。好，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礼包动感有哪一些精彩观点。就没吃饭有但是难，求家搞牛来点赞，高档厨师一起煮，几个步骤数一数，麻婆豆腐加龙虾，还加家的小哈哈。又到手这个时间，春节啊，某某啊，真的是蛮好，一家店呢，可以话是翻新好，味道又好，最关键加起来是肥。所以，可是认为还是高档某某，今天再接再厉，给我们找到好家有是肥的好店。想要吃的实惠啊，问我就对了。我想想，哎，最近我跟朋友啊去吃了一家就掐烤肉，当时我们四个人才吃100多块钱，怎么样，划算吧？哎，听说他们家好像最近还上了新品，走，就去他们家了。九家烤肉在兰州的烤肉街可是非常有名的，店里生意也非常火爆。我工作那个饭店，店里就坐满了人。一起欢迎一下坐在我身旁的这位，就是我们就掐烤肉的魏厨。魏厨你好。你好。看我们现在满桌的肉已经上桌了，今天呢其实分工明确啊，我负责吃，魏厨负责帮我来烤。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点的这四份的话都是咱们店的招牌，对不对？对，尤其是这份相思五花肉哈，它是所有相思烤肉里面都没有，只有我们家有，它是一款地道的相思口味的一个主打菜。香式口味的主打菜，像一般烤肉大家可能第一脑子里蹦出来就是韩式烤肉，对不对？对对对。有没有吃过香式烤肉？我是真的没有吃过香式烤肉。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它我们选用了湖南地道的一个剁辣椒，哦，搭配我们新鲜的猪五花，然后调制的一个香式五花口。对，说到香菜，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也就是剁辣椒了。看这个满满的剁辣椒，这个会不会很辣呀？最后烤出来的这个都很辣的。那还有这一道呢？这道是我们一个新款，针对个别人群喜欢吃榴莲的推出的一个菜，榴莲牛肉。榴莲配肉，哇，这个感觉还挺奇妙的。然后这两个是。这个的话是我们店的一个招牌，它叫辣烤嫩汁牛肉，采用那种新鲜进口的那种牛上脑进行了一个现切现拌的一个制作。行，不能再说下去了，咱们边吃边烤吧，真的口水要出来了。那么先烤这个，先烤这个吧。香式五花，香式五花，对。这个剁辣椒五花肉还是第一次闻的，大家都晓得，这剁椒是湘菜里代代的，最有名的就是剁椒捏的。没想到九家烤肉居然把剁椒引入到了烤肉里，赶快来尝下这充满湘菜元素的烤肉，味道浓郁。你知道吗？我坐在这边，就是闻到这个肉香味的层次呢，随着它肉熟的是非常匹配的，就是肉越来越熟，香味也是越来越浓。对，因为剁辣椒在里面经过不停的烤制啊，它会散发它自己本身一个独特的那种酱香味。对，而且微微的像这个略微带一点焦感的话，是不是就好了？像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一个五花肉是可以食用的，因为这个是半剁辣椒烤的，它不像其他五花肉一样，它这个五花肉的话，如果说烤得很焦的话，它连带着这个辣椒啊，辣椒的风味就没有了，糊掉，而且会糊掉。现在试一下，啊，可以来尝一尝。才叫做刚刚出炉的肉，我要先强调这个肉质非常的新鲜，因为选用的是很好的五花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的这个肉香哈，真的不一样。最特别的就咱们放的这个剁辣椒，这一口下去有瞬间吃到那个香菜剁椒鱼头的感觉，只是换个料不一样，咱们用的是这个五花肉，而且它是香而不呛。会有一点微微的辣味哈，但是那种香菜的那种香味感是非常浓厚的。咱们这个剁辣椒是也很地道啊，是很地道。这个是我们从湖南总部那边亲自配送过来的，怪不得就是来自湖南的剁辣椒。哎，像我这种不吃辣的朋友的话，觉得这个辣度也是 OK， 因为它主要的味道还是以香为主。是的，是的。我们剁辣椒五花肉选用的是土著的五花，肥瘦均匀，配上正宗的湖南剁椒，一口下去，满满的香味在嘴里爆炸。再包上馅子，嘎味道浓郁。哦，
烧好了就可以直接吃了。对对，你这样吃不对，这个五花肉啊最好是蘸了我们这种独特的酱料再来吃。哦，这边有一个干碟，有个湿碟，我先蘸个湿碟吧，会很辣吗？我就担心。这个不会很辣，这是带点甜味的，这是我们秘制甜辣酱。好吃。香菜我吃过，剁辣椒我也吃过，但是带着剁辣椒的烤肉我真的是没吃过，第一次尝到这样的风味，这是地地道道的香式烤肉，对不对？对对对，这道菜也是我们总部这边联合研发的，第一款我们香式烤肉的一个主打产品。无论你爱不爱吃烤肉的话，建议大家都来尝一下，这个风味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是的，它的口味的话更加偏向于一个吃辣椒的。对，像这道菜的话目前为止只有我们家独家首发，别人家是没有做这道菜的。嗯，因为他们也没有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原材料来推出这道菜。那确实是，我也算是吃遍了江西大大小小的烤肉店了，吃到这种风味的烤肉真的就是独一家，第一次。刚感受完了这个香式的火辣，接下来我们要立马画风一转的换一个口味的，这是什么味道？这个是我们独家秘制的这个榴莲口味的一个牛肉。一听很有下午茶的感觉啊。是，因为这个我们是针对爱吃榴莲的群众啊，我们特别研制的一道菜。为我准备的，我就是爱吃榴莲的群众。那咱们就开始吧，好不好？国道在给两号水女摘这个媳妇，选用上好牛肉，用榴莲腌制好，再配上芝士一起烤，浓郁的香味马上就开始往鼻子里头钻。哇，好奇妙的感觉哦！你知道吗？肉香和这种水果香结合在一起，真的就是这个世界有食物非常神奇的地方。而且这个榴莲的香味呢，非常充斥的那种果香味在里面，爱吃榴莲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你可以在肉里面吃出榴莲味，在榴莲里面吃出非常鲜嫩的肉质感。把我的榴莲牛肉全部都拿出来了，太好吃了，这一盘我包圆。这边先别吃这么多，我们这里还有我们店的那个招牌菜辣烤嫩汁牛肉。好的，您来烤，我一边吃一边等。果然是店里的招牌菜，十二种口味的人均牛肉经过秘制调料腌制，配上香菜、甘菜融一起烤，独特的香味让人吃了就会深深记住。哇，这一口下去不得了，大大的满足。爱吃牛肉的朋友都知道，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搭档的就是香菜。那这道菜里面除了有香菜之外呢，还放了这个大葱，这几样食物混合在一起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味的牛肉。这个盘子里面呢，我觉得大蒜跟还有这个香菜应该都放进去。吃的时候一定要配上，同样都是肉哈，蘸了不同的酱料之后呢，真的味道就不一样了，风味也不一样。好，再来上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最后一款肉了，肥牛。哎，其实这个肥牛我觉得很多烤肉店都有啊，那咱们家的特色是什么呢？我们家特色就是我们这款秘制的肥牛酱，这是别人家没有的，也是我们家独家的。哦，重点来了，这个酱，我来尝尝这个酱怎么样啊？各款烤肉在烤制的时候一定要控制上时间，因为牛切的好薄，素质的非常软，大家千万不要烤了。那可以吃了哈。啊，来吧。尝一块。这个。如果吃一块小的话，别人觉得比较腻的话，这我们可以包生菜，但是不用蘸料啊。哦，好的，我先来直接吐口吃一个吧，先尝一下它这个最原始的味道。鲜香甜嫩，是不是？肥牛的品质不用说啊，就是滑滑嫩嫩的，然后加上这个秘制酱料，这个秘制酱料是属于甜口的嘛，而且这个甜而不腻，它是不是还加了蜂蜜在里面？这个由于是配方，我就不方便透露了。不方便透露了，那我就自己猜吧。我觉得里面应该是加了蜂蜜，因为它那个甜，不像是那种调味料的甜度，就非常自然的那种甜味儿。哎，这个我也很喜欢吃，我相信很多女孩，包括小朋友也是爱吃的。老人小孩这个菜他们都是能够接受的。对，一个老少皆宜的菜。这个肥牛是有肉汁的，特别香。啊，
今天真的非常满足啊，一整桌的肉啊一会儿就会被我吃得精光。肉是动物千万千万不能错过的一家店了。那么吃了这么多风味的肉呢，我个人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个剁椒五花肉。我吃的第一道这个肉，首先它的够新颖，我是从来没有吃过的，然后呢就是它的味道真的让我记忆深刻。你看我已经吃了这么多口味之后，我的脑海里我的这个味蕾真实的告诉我还是它在向我召唤。所以想吃到正宗的香式烤肉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旧恰烤肉。这么好吃的香式烤肉地址在哪里呢？就请我们的魏主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旧恰烤肉在江西大概有20多家的加盟店，但是在南昌呢目前为止有5家，大家呢可以选择就近用餐，但是一定要认准我们旧恰烤肉。是的，那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一家呢是中山路跟圆明路的交界口哈、啊，就可以看到旧恰烤肉是在2楼，对，招牌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想吃到正宗的香式烤肉的话，一定要来到旧恰烤肉。好了，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一起跟大家拜拜吧，拜拜。香润香润香润香茶油，香润。喜讯喜讯，都市严选喜迎新年，百万好礼送送送，年末大促活动开始了。好礼一，30头文山三七，买2斤送1斤。好礼二，进口西洋参，买1斤送半斤。冬虫夏草、印尼燕窝、大连海参，原产地直供，品质好，价格低。活动地址：南昌井冈山大道飓风大厦上饶53中大道都市严选，宜春、赣州等9地市都市严选。香润香润香润香茶油，香润。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哇，好香啊！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广告之后，请再继续和你一起正在播出的体保段嘎。接下来的联名故事，我们要挖到吐司。在西餐厅里有一种好吃的焦糖吐司，你会做吗？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一起来制作。先把吐司的中间部分压实，然后我们涂上一层沙拉酱，把它抹平来，再撒上一层芝士，接下来放入烤箱中，上下200度烤至5分钟。取一个鸡蛋，只留蛋黄，把它搅成糊状。5分钟后，把蛋黄糊倒在吐司上，同样把它抹匀。之后撒上一些白糖，再次放入烤箱中烤至5分钟。满满的芝士奶香味儿，加上鸡蛋味道，家里的大人小朋友都会喜欢的，焦糖吐司就做好喽。焦糖吐司，这一关那个小姐姐小朋友们是最受欢迎的，弄起来也不难，大家在屋里都可以动手搞的。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我今天还真的要难为陈姐了，因为天太冷了，所以我没有出去买菜，家里也没有荤腥的东西了，就只剩下一些莴笋。那能做出什么好吃的月子餐吗？比如清炒莴笋怎么样？清炒莴笋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太清淡了，真的是一点荤的味道都没有了。家里还有鸡蛋吗？鸡蛋是有的，那我去尝试一下吧。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吧。在食材有限的情况下，陈姐选择做一道简单的小炒。首先把莴笋洗净去皮切丝备用，再选一个红彩椒洗净切丝，打2个鸡蛋搅拌均匀，锅中加油，把鸡蛋液下锅翻炒出香味后捞出，接着把彩椒丝和莴笋丝下锅翻炒片刻，加少许盐调味，最后把鸡蛋回锅一起翻炒，这道简单的月子餐就完成了。
虽然我今天家里的食材不多，但是陈姐还是做出一道非常漂亮的月子餐啊。为什么说它漂亮呢？我们看它颜色有黄的，有绿的，有红的，从这个色泽上来说就已经让人非常有食欲了，而且会让我们的产妇呢看到这个月子餐有一个很好的心情。我觉得这个色很重要，然后色香味要俱全。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尝一尝这个味道啊，有鸡蛋，而且这个鸡蛋炒得很嫩呢，再加上了这个蔬菜，像这个莴笋的话一般我们都是比较的脆一些。嗯，这个莴笋没有炒过火，它这个脆度还是在的。嗯，再加上这个甜椒里面的营养呢也是非常丰富，还有大量的维 C。 嗯，对。那为什么你当时会想到这样搭配呢？因为家里的食材比较少，然后鸡蛋吧哈，可以补充蛋白质，莴笋呢哈，它是富含各种维生素，然后它也是一种对于产后通乳很好的一道食材。哦，原来莴笋它有通乳的作用。所以对于刚刚生产完的各位宝妈，尤其是要泌乳的宝妈来说，多吃莴笋的话，还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里洞庭，长康118000亩绿泰菜籽家园，绿泰只优选头一道压榨菜籽油，长康绿泰初榨香菜籽油，家常菜用绿泰。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君瑶六种坚果，六六六，六种坚果，营养六，液体坚果吸收六，每日一瓶，心情六，生活智取更易吸收。六种坚果，一瓶就够六啦。君瑶六种坚果。富兰木油，小时候的菜油香的外婆香，小榨菜籽油独家冠名播出。广告之后，现在继续接下来是由金龙年小榨菜油香外婆香小榨菜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幸福的味道》。我是反馈一提出来，就特别受欢迎。今夜我们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交给海鲜一起来带。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小时候的菜油香的外婆香小榨菜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幸福的味道》。在我们身边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李大厨李强。大家好，今日大厨李强，高级烹饪技师，从事厨师行业26年。今天来做的这道菜有点特别，对不对？对。叫什么名字？麻婆小青蓉。麻婆和小青龙怎么的联系在一起？可能大家刚一听小青龙，有些人会反应不过来。小青龙是什么？就是小龙虾。那但是我们今天买的是澳龙。对对对，小澳龙，深海的小龙虾。你像咱这个味道应该是川菜味型啊。对，川菜味型，但是我们不会做的过于麻，刚好恰当好处。对对对。好，先来看看原材料到底是哪些呢？澳洲龙虾肉质非常细嫩滑脆，味道鲜美香甜，易消化，含有丰富的钙磷镁，对身体虚弱以及病后需要调养的人是极好的食物。麻婆小青龙需要的原材料有小澳龙一只，牛肉粒80克，内酯豆腐一盒。今天呢我们用到的是这个内酯豆腐。对，菜场都可以买得到。这个很便宜，2块钱一盒。像这个小澳龙呢，在海鲜市场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碰到这种龙虾的，挺多的。那你现在咱们第一步是要怎么处理？先把它改刀，然后处理好，把壳蒸熟，然后烧豆腐就可以了。最后也是有一个摆盘的过程。啊，对对对对。第一步，我们把龙虾尾取出，去除虾腮。
剪去部分虾脚，分段备用。下面处理龙虾尾，剪去两边的部分甲壳，去除腹部的薄膜。整个龙虾尾的肉就可以顺利取出了，中间再来轻轻切上一刀，去除虾线，龙虾肉切段备用。撒上一点点食盐入底味，加上生粉抓拌均匀，其余甲壳部分装盘加姜片，进蒸箱蒸十分钟。今天我们用的油是金龙鱼外婆香小榨菜籽油。起油锅，牛肉粒下锅煸炒，煸炒至油分析出，牛肉粒收缩，表面微微发焦，起锅备用。再起油锅，加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下入一勺郫县豆瓣酱，充分煸香，香味一出，下入大蒜子，继续炒香。再来一点辣椒粉，炒出红油，下入清水，水开之后，取一个漏勺，沥出调料，止于汤汁，趁着汤汁沸腾的状态，下入内酯豆腐，大火烧煮。再来一点藤椒油增香，一点点盐、鸡粉下锅提味增鲜。爱吃辣的朋友还可以加上一些小米椒。起锅前下入一点点水淀粉勾芡。煸香的牛肉粒下锅，撒上一点点花椒麻辣粉，再下入龙虾肉，下入一点点葱花增香，用上一些小心思摆好盘，这道麻婆小青龙就可以上桌宴客了。这道菜它就做好了。其实你从这个，如果说没有加上这个龙虾的话呢，会感觉这道菜就是麻婆豆腐。对。可是你再仔细一瞧，里面有这个咱们小青龙的那个龙虾肉，一口下去，那个味道绝对和普通麻婆豆腐是不一样的。对的，对的。那你觉得关键点在哪？关键点要用到我们外婆香小榨菜籽油，把这个豆瓣酱把它炒香，炒香它颜色好看，然后香味会更足，没有什么异味。做完以后我们再过滤一下，拿出来效果就很清爽。对，其实我觉得，我发现你很善于用一些这个不同的食材搭在一起哈，就给我们的这个干菜来说会有一个新的一些这种感觉在里面。那你今天做这道菜的时候，它受的启发其实也是挺多的。对，其实我们在菜品搭配的时候有山海相融，普通食材跟高端食材的一个结合，相互的补味。因为龙虾是它很鲜嘛，这个豆腐是没有味道嘛，那我们通过这种形式进行一个呈现，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一道菜品，有新意的。对，就创新在里面，不是普通的麻婆豆腐。那你像平常呢，我可能我们在家经常多吃的就是辣椒炒肉、酱干炒肉，有的时候像麻婆豆腐也许会做哈，但是你不会想到会和这个海鲜融合在一起。对的，对。感谢我们的李强，他今天教大家的麻婆小青龙，大家都好味了吧？麻婆小青龙，麻婆豆腐里头加了小龙虾，各种现象真的是天上一人流啊！用了我们的外婆香小榨菜籽油，这个啊，前香提味，正香上色。哎呀，这榨菜真的是没有改。好，接下来我们有个都市芳心酒有些的好的推荐。都市放心够，放心就够了。大家好，我是舒华。说到童年美食，你会想到哪些呢？反正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款童年小零食，它叫做星球杯。哎，这个星球杯啊，肯定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了，大街小巷都有卖的，尤其是每个学校旁边的小卖部，这个星球杯呢一定是少不了的。到了放学的时候啊，星球杯一定是热门的销售单品。
大家看我面前啊，这满满的一大桶新秋胚，看着就非常的满足，再也不是小时候的一个个买了，直接就能够吃一桶。打开来给大家仔细的看一下。哦，首先有一袋这个小勺子，它一个星球杯就配一个小勺子，这样吃呢非常的干净卫生哈。这一桶呢总共有1000克，里面啊有50小杯星球杯，一小杯呢是20克。我们来打开一个吧。哇，真的是满满的童年的记忆哈。熟悉的这个巧克力酱加上饼干粒的配置，每一小杯都是一个单独的勺子，非常方便我们用勺子来挖着吃。说到这儿，我要开吃喽。这个又酥又脆的饼干粒，配上浓郁的巧克力酱，不单单是一种味道，这个口感更加的丰富，很有层次。作为一个吃星球杯的老手啊，一定要告诉大家一个吃星球杯的绝佳吃法：用这个白色小勺吃一口黑巧克力。然后呢，挖一个脆球，最后再咬一口下面的这个白巧克力，这样的吃法基本上涵盖了它里面的所有的味道，并且呢，这几种味道都能够融合到一起，真的是非常美味。另外呢，这个星球杯不单单是一种零食，也能够满足部分人的小癖好，比如说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收集这个星球杯的杯盖。大家发现没有，它每一个杯盖呢都是一个不同的这个图案啊，我就喜欢把这个不一样的图案收集齐，这个也是一种乐趣了。怎么样，满满的一桶星球杯，家里有小朋友的观众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关注我们的都市放心购。在这儿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团长和优质的供应商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心脑健康公益时刻，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您：在中国，心脑血管病人数高达2.9亿，血液粘稠容易导致大脑和心脏缺血缺氧，引发头晕头痛、胸闷心慌、气短乏力，甚至心梗、脑梗、中风偏瘫。预防血栓，你我携手立即清血，净化血液，多运动，心好脑好精神好。今天您清血了吗？哎，堵了堵了，这茶壶堵了还不要紧，如果得了三高血粘稠，哎呀，就怕堵了心和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血液粘稠均属红血范畴，红血不清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清血八味片传承300年清血古方，精选矿物药、动物药、植物药，三药合一，清红血。您看准了，清血八味片，专利药，专药清红血，祝您红血清，身体好。猛奇清血八味片，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的，老牛可真牛，以前呢，工作业绩突出，牛，后来呀，跳舞、打球也突出，牛。可现在老牛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哎，用舒筋健腰丸传承400年陈李济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舒筋健腰丸。对的，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香润香润香润香茶油，香润布朗姆油，小时候的菜油香的外婆香，小榨菜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现在我们都市频道正在全力打造一个全民应援网络送礼
全程叫卖，哎呀，真的是如火如荼。我们的经济赛也在进行当中，报名通道要随时为您打开。如果你要喜欢上课，千万要报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让八送经济卡等您来交。好，明天这个节目还是老师开啊，五点半锁定光秀的开心快乐康地宝，明天再见，拜拜。我一进来呀，好好的研究一下咱们的这个菜单，然后以我这个多年美食的探店经验，我就点了一些我自认为应该算是。